其中水螅是这儿最奇怪的生物。乍看之下，它们像是个植物，但它们实际上是微小的淡水珊瑚虫，是海洋里珊瑚的远亲。它们的身体非常有弹性，而且可以随心所欲地变大或缩小。尽管它们外表看似无害，而且身躯只有几毫米长，但它们却是食肉动物。水螅摇晃它们尖刺般黏黏的触须，希望可以捕捉到附近的小生物。当它们捕捉到东西时，会迅速地放进它们那张可开到难以想象大的嘴里。